第二十二题，若将 VT 图转换成 AT 图，下列何者较为正确？我们从 VT 图看出来，它从零到一秒，速度就从零变化到四，可是要到从一到三秒，速度才会从四变化到零，所以它不会是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选项 B 呢是错的。我们又看出来，零到一秒速度是越来越大。一到三秒速度是越来越小，所以加速度原来是正值，后来是负值，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不会都为正值，所以选项 A 呢跟选项 D 呢都是错的，所以必须是图上所看到的，零到一秒加速度为正值，速度越来越大，而一到五秒呢加速度是负值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速度会越来越小，到零之后变成反方向的越来越大，所以呢一到五秒加速度负值，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若将 VT 图转换成 AT 图，下列何者较为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